说他在做很多事，所以就他有信心，他可以上上。我们往南走，经过龙龙桥，龙龙桥啊，龙龙桥过了以后，我们经过34公里，但是走了1小时啊。那这个大家划不来啊，所以要记得我们上哪部车要注意，然后我们是铁道自行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我们一定不要玩碰碰车的心态啊，碰碰车的这种来开啊，因为碰下去麻烦是比较麻烦的啊，所以大家一定麻烦我们出外一个安全啊。最哇，这是用飞的吗？这也太快了吧。山的龙尾，这边看得到的，这边是枕头山哈。油门踩到也是最大的一样。油门踩到底是这样。真的可以洗。
位的嘉宾还没到，我们稍后等他们来到。好，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，就是以前第二十四元之前的1908到19。走这边啊，来，哦，一辆车的吗？这边嘉宾哦，我们队里面要100多位，最起码130以上啊，哦，一趟不是一天。一趟，我们一趟就四部车就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对我们来讲，声带就受伤了，受了啊！来，各位嘉宾哈。